到萨尔，我们今天又收到了这个神奇的包裹，从日本来的 Zen Pop 寄给我们的，然后就是我们挑选他的礼包里面的泡面包，对，有文具啊、美妆啊、零食，然后我们选了泡面，呀，因为我们喜欢泡面。其实不是，不是吗？只是想说泡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，像是大胃王嘛，他明明只有9万，但是我们硬要比大胃王，然后一人可能吃个4.5万这样。我就是要把我的梗破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玩泡面大胃王比赛。会不会打开结果只有一碗呢？怎么可能那么大包？它就是很大的一碗哦，好多，超多的，超多的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真的9碗哎！啊，我最喜欢吃这种了，真的，好有默契啊！可以先抢先赢吗？我要这个先小碗的。我们是谁先吃完一碗就可以选下一碗，每一碗中间都有一个3分钟泡的时间让我们缓冲。平常吃泡面的极限多少？就我今天是2碗。如果这种大小的话，我应该是2碗。我去泡泡面了。走，还在这里。日本泡面都很精致的感觉。它5分钟。我的3分钟，那我待会先吃。不行啦！啊，这我看吃吗？啊，这是什么？看一下，你自己选的。好了，我们刚刚真的很守规矩，让 Erica 先泡了2分钟。哎，我的好香哦，我的面好像比较硬一点的感觉。我的很油炸的感觉，废话，看起来真的像荞麦。哎，它很味噌哎，但我觉得它不够咸，就是水加太多。我刚刚比它的馅多一点点，因为我觉得日本泡面都有点熟掉。是啊，喜欢。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台湾那个锅烧意面。我觉得我的面好硬，你有帮我好好计时吗？有啊。啊，好咸哦！吃，我不要大胃王比赛，你自己吃。你知道我在这个比赛之前，我已经吃了2碗炒面，然后我还喝了一个气泡水。是水吗？气泡酒好不好？很烦哎。是青豆的意思吗？我最不喜欢吃青豆。它就绿啊。哎，我的它还有那个肉末哎，这个肉虽然是味道来源。我已经看好下一碗是什么，你不要想到就好了。我决定了，我要这个，我不要汤，太热了。哎，你真的很聪明哎。它这个是少盐的意思吗？我觉得你今天都是挑一些健康取向的泡面，不健康的都留给你。没关系，你有挑到我想吃的。什么？它牛肉的，我觉得很特别。乌龙面哎，我大概可以吃一口。不要啊，可以啊，汤好多、哦。你来吃一下下一碗吗？我现在3分饱都还不到。哦，是白色的。汤面好扁、哦。我把你的先拿去泡了。好热，我干嘛来找我自己麻烦？我都泡回来了，他还没吃完。我觉得我胜券在握。好，喝完了。我吃这种干面，我都会留一点水，这样比较好拌。倒太干反而不好吃。虽然看起来很平淡，但闻起来很香的面。你喝看，有种熟悉的味道，统一肉燥面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味道更接近牛肉面的那种感。还是满汉大餐。但我觉得它比较鲜。嗯，它面条好吃，但不是乌龙面。那是什么？阳春面。嗯，不是泡面的口感。它会太硬吗？不会，刚刚好。我觉得选错了，选到一个面很多的，好吃吗？觉得一般般哎。它是炒面吧？是日本这种方形的炒面啊，味道差不多。最后吃过一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另外有给沙拉酱。我现在吃到第二碗，我真的深深觉得我们其实吃得完。我现在还是没有什么感觉。可是我现在吃的这碗我有点饱，有点腻。其实我觉得我挑了2碗都很好吃哎，小菜都小撇步了啦，还想说什么赢在起跑点，但至少我吃得高兴。吃得很高兴啊。你少在那边诱惑我，不会让你吃的。这次吃完泡面大胃王比赛啊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跟人家比耶。我吃完了，我找到它的肉了啦，在这里。哎，它是牛肉。哎，这个好吃哎！我第一次在泡面里面吃到这种像肉的肉。他说他吃不下了，刚刚那边说，我觉得我们可以，现在才2分饱。你看它的大小，哦，那么大哎！我吃了一个这个，我就是被看惯饱的啦。剩下的差不多就是一些味噌啦。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跟我们说，想知道哪一个好不好吃。我发现这些 surprise 的厂商都很喜欢找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很 surprise 吗？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有留言告诉我们喜欢哪一个泡面。那我先慢慢把泡面的汤喝完，不要浪费食物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